茫茫股海，味觉难清，如何精准掌握趋势，寻求最大获利契机，让股市甜心指引您成功的方向，获利自然能微笑降临。欢迎收听股市甜心。股市甜心的节目是品化，现场为你邀请到的是华冠投顾分析师，我们的刘继麟、刘锦硕，甜心老师你好，品化好，全国的投资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华冠投顾股市甜心妍希老师哦。今天来到了7月14号星期三咯，很多人看到近期的指数又震荡的好剧烈，来来来 follow 甜心老师节目听三遍压压惊， follow 甜心老师，你看老师的股票多么的飙啊，盘正它涨好大哦，我们的刘继麟介麟四天飙出了三根涨停板，甜心给大家的好股飙股就是一档接一档啊，都是波段大赚，大赚波段，所以亲老朋友近期如何赚，想要波段大赚吗？赶紧跟上脚步啦，太开心了，好开心哦，我们今天又大赚了呢，快很准又在赚，有啊，他是谁？哇，很多人很好奇哈，嘿呀，很好奇呢，啊，他是谁啦？以后还不要讲，因为我们还在赚啊。对呀、啊，我正想说，提到恭候老师，今天快很准，动作很快，今天请假我告紧了呢。重点是波段要会赚、快很准也要会赚，也要会赚、不就是360把刀，刀刀都要利吗？是呢。对呀、恭喜全国会员呐、撸坦撸贼呀啦，开心呐、开心呐、一样哈、把那个秘籍拿出来。是的，这以后我要讲哈、七月的获利秘籍哈、不止会员做赚证，有来索取的好朋友。
通通卡出来。嘿，那都站出来站瞎起来啦！为什么赖都炸掉啊？真的、啊，老师你太厉害了！妍希你怎么这么会赚？真的好厉害、哦，好恐怖哦！我拿到你这份哦，七月获利秘籍哦，我手在抖抖抖抖，飙到说哇，怎么这么飙啊？这好可怕、啊！最近你看借零就很恐怖、哦，真的啊！你看哦，大那个台股已经横盘七天了、嗯，是的，横盘七天，但是呢借零不一样哦，持续创新高哦，哇！它两天两根涨停以后，今天又再创波段新高啦！怎么都是 double 赚赚 double 哎、欸欸，怎么赚都是波段大赚大赚波段呢、欸？就是要这样，要霸气哎、嗯欸，真的就是要霸气，我们就是霸气。大盘有没有涨，先放一边、啊。对呀、啊，指数你只要知道方向就好，没错。重点是个股，嗯、重点是口袋的口口。是的，有没有几米多撒撒球？你今天看到它哦，已经来到132.5啦。可是我们讲重点，嗯，你来拿周报的时候，6月22号，是的。哎呦，股价那里还在投卡。哎呦，还在地板呢，八字头呢！哇，妍希八字头哎、欸、呀、啊，没有听错，就是八字头，八字头哦，这就是为什么赖啊上面炸掉的原因。好猛哦，八字头，紧接让大家发发发了啦！我说过嘛，哈，营收始终会支撑股价，是的，股价最终都是会有获利支撑的、哦，所以你现在看到，哎呦，借零现在已经公告啦，嗯，就是因为太会飙了，是的，又被主管机关哈、哎，哎呀，要吹 BB， 赶快来缴成绩单啦！对，来，我告诉你，他六月纯益已经年增370%，哇哦，每股是大赚0.74哦、嗯。我们比较一下，嗯、它等于是单月就六月、嗯、就一个月，一个月一个月赚赢去年前三季总和0.67啦！天哪，他一个月就打趴他自己去年的记录了，再次恭喜全国会员呐、啊！如何如怎样啦、啊？我说导线价哈、哦，你我不是现在才讲，节、欸、目要听清楚，真的、哦，我六月底就在讲，六月中六月底就在讲、啊，而且我周报也送给大家，嗯、我是说车用后要非常注意，对的，对不对、嗯？现在你要看哦，现在大家已经告诉你，哎呦，导线价的订单，到年底了，嗯哼，现在很多人就在讲了，对，可是我说过，包含最近啊，你看他上个礼拜、啊、一下大涨，一下大跌。错，我就告诉你，一向大涨，一下大跌，你没在我身边，你抱得住吗？抱不住啊！而且当时在跌的时候，我还告诉你营收很好哦，对的、嗯，而且还没公告哦，还没公告啊、哦，还没公告，一定要注意哦。当然喽，结果呢，公告完喷出去了，真的喷出去了呢。你跟上甜心，你是可以买到八字头哎、欸，所以我常讲哦，你可以跟营收买。嗯今天132了，你可以看到营收再去买啊。哦、你买132，可是我喜欢是带会员，对的，在底部丢。滴滴的买，嘿、hey, ，滴滴的布局，买在市场前，所以我可以买八字头的。对呀、啊，我就是85块附近的。哎呦，八字头飙到了九字头，再涨到了百元俱乐部110、120、130、132.5啦！哇，我们通通赢在起跑点，舒服。你同样这个概念，嗯、你把窄板打出来看，好哦，我们就拿锦硕来看好了。好的，哇，锦硕五月后也是字节合并营收哦，28.75。5亿税后纯益来 EPS 0.65，我们比较一下，好，它光五月一个月，嗯，大赚超过第一季的0.57了，哇，六月营收又冲出去了，天哪，又比之前预估的要好了，那你看回股价是不是波波高，波波高，波波高咯？所以我常讲不要说看到营收你才觉得，哎呦，这家公司好，不是，嘿那，你如果对产业够研究，就像我，我三月已经可以在 YouTube 有录一集，是的，告诉你啊、产业要注意了，没错，我就说我就是持续帮你追产业的人嘛，没错，对不对？因为这个工作事实上你要花很多精神，当然。不见得有些人愿意，可是我的习惯就在这里啊、嗯、我的兴趣就在这里啊、嗯、老师的专业就在这里啦，我就是喜欢追公司啊，为什么？我喜欢看公司的订单多不多啊，对啊，不要老板在上面讲一讲你就真的信以为真，不是啊、哦、公司看一看哦会比较清楚哦，你要实际了解产业的内容，对，所以你看三月初我就告诉你要注意产业、嗯、没错，六月初我在节目还提醒大家、嗯、那个窄板啊一定要背起来，要呢，窄板三雄 PCB 三雄背起来，背起来，星星难念锦硕、哎呦，背到滚瓜烂熟啊，背到做梦都会念出来啦，哎呦，做梦都会笑了，现在、哎、赚到做梦都会笑好几声了，所以你看、啊，你六月初来看、嗯，你就看星星当时股价才110出头啦，是啊，可以飙到149，有的，一波30%，是一波，是一波，那你又看到锦硕、嗯，六月初来看，哎呦，锦硕才110附近哎、欸，好便宜哦。
呦，天哪，110附近，全市场没人在讲，哎、嗯，没人呢，妍希叫你背起来，是的，你今天来看它191了、欸，哎、嗯，好可怕哦，哎、欸。好可怕！110到191，8，我们去头去尾，好不好？好，背板扣，哎、欸，丢啊！哎呦，咋跌都背咋办呢？哎呦，恭喜大家啦！都谈撸贼了啦！所以听节目会不会赚钱？会啊！所以我常讲，不止会员赚正嘛、嗯，有来索取周报的好朋友，听节目的粉丝好朋友，共同通通出来帮妍希做赚正啦！开心啦、啊、真的、哦。对啊，可是重点我常讲哦，你要跟的是什么？领头羊。当然喽，你把股价敲出来、嗯，为什么我说你七月获利秘籍一定要？拿出来、嗯，你不要每次股价冲出去，你才说老师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啊！我们今天又一档股票赚钱了啊！一直想问老师那是谁啦？老师说还不能说，让我们继续赚，让我们继续赚啊，对不对？等一下不小心说溜嘴就说溜嘴了啦，不管啦、啊，就当彩蛋送给大家了。对啊，好霸气哦！我重点就是要大家赚，因为一定的，我给的股票就是开大门走大路嘛、啊。我6月就一直告诉你那个窄板的订单啊、嗯，能见度到年底多到爆了，你现在才看到新闻再告诉你。哎，修班了啦！哎，我一直告诉你，他是缺货缺到明年、哦。你现在才看到新闻跟公司告诉你缺货缺到明年、哎是。是的，所以啊，你看回来，哎、我就是实在做实在讲嘛。是的。成长公司、嗯、千万不要预设股价的高 高点，因为你看回来后、嗯、它最终会反映企业的获利嘛利、啊、所以喜欢像妍希这样操作的好朋友、嗯、是的，喜欢专注产业大赚波段的好朋友就赶快跟上咯。亲爱的朋友，甜心老师不管是行情也好，个股也好，标股也好，都是事前讲事前给你，通通才能够赚得到啊。你可以跟着财报来买，但是你看到股价已经飙上一波上去了，你跟着甜心买，你跟着甜心的动作来做，你是买在头卡，你是买在底部。所以亲爱的朋友，想要波段大赚大赚波段的好朋友们，跟上稳健操作的老师，跟上呢可以让你飙股一档接一档波段大赚的老师，来如何跟上脚步呢？广告中来告诉你咯。02663032370266303237，亲爱的好朋友，甜心老师的操作是全市场完全事先讲事前给你，才有充足的时间可以进场买好买满。你光看老师给您的这份七月获利秘籍，6月22号白纸黑字写的清楚又明白，标股都是领先市场给大家，有没有让你买在头卡？有没有让你买在底部？底部进场不赢也难。你光看甜心老师给您的刘介霖，介霖呢给您的时候当尊来，6月22号股价还在头咖八字头，让您发的八字头，一路狂奔不回头，八字头涨到了九字头，飙到了三位数，百元俱乐部100、101、120、132.5，波段喷出了55个百分点。你光看85块左右附近，85块，我们算90块好了，90飙到了132，40块钱的价差，一张让你赚4万，10张40万，100张戏霸版，花你多久的时间？不到一个月的时间，让您赚到满满的获利，塞金库。更别说其他的，包括了新兴锦硕南电，我们的窄板三雄背起来，标股获利一直来，来导线价顺德借零也很好赚，被动元件巨鼎光洁也很好赚，光洁准备出发的候选人哦，80个百分点的涨幅，以及我们的宅经济华勤有没有让您快很准的赚？我们钢铁女神给您的大成钢喷出了40个百分点，还有我们的剩余。波段喷出了60个百分点，有没有通通都很好赚？拿到这份资料，我的老天儿啊，里面的标股也太强太标太猛了吧，标到看不到车尾灯，给您的获利已经喷到了九霄云外去了。所以亲老朋友，如果你先前爱不对人跟不对人没有关系，改变就是迈向成功的第一步，想反败为胜，想要波段大赚大赚波段快很准的赚的好朋友们，赶紧跟上脚步就对咯。02663032370，华冠投顾登记104金管证字第009号，台股投资华冠投顾，股市甜心在华冠，荣华富贵跟着来。华冠投顾刘妍希副总，扎实的分析能力，精准的解盘技巧，快狠准的操盘手法，
将趋势当永远的情人，让幸运成为您的实力，把获利成为您的习惯。速播股市甜心幸运热线02-6630-3237，02-6630-3237。华冠投顾登记104金管证字第009号。华冠投顾坚强的研究团队，专业的投资阵容，带您轻松打开财富大门。速播智慧热线02-6630-3237，6630-3237。华冠投顾登记104金管证字第009号。股市甜心 Light 生活圈免费搜寻 ID 小老鼠 Lucky 777，小老鼠 Lucky 777，直接搜寻，直接免费做加入。精彩节目开始喽！欢迎持续回到股市甜心的节目现场，亲爱的好朋友，老师常常告诉你，方向要对，标股要对，重点是你买到了标股，你能不能够驾驭标股？亲爱的好朋友，我们的刘继林、刘景硕，我们的名称不是哦，浪得虚名的哦，是实实在在，完全事先讲事前给你，才能够通通赚得到。6月22号，白纸黑字，清楚又明白。7月获利秘籍，来7月还没到黑当尊哦，获利早早先给你来到，标股从内黑当尊飙到了现在，哎，股价真的是飙到了外太空，喷到了银河系去了，开心啊！所以为什么现在 LINE 上面都说，我、看到这份周报真的是会抖、哦，真的好飙啊，飙到抖啊！又一份周报要提起公妈听。踩起来、啊，嘿呀、啊，一定要供起来哦！老师的标股真的是帮大家精挑细选的。我说过你要有驾驭标股的能力嘛？当然，我给你的时候冲出去了没？还没有、哦。为什么周报拿出来嘛？没有、哦。我们就举例借零好了。好的，借零给你的时候，6月22号，根本还没动嘛，八字头，对不对？對啊、八字头、哦，重点呢、我给开大门走大路的、大家都很好买，对呀、啊，很好上车，很好进出的、而且我在节目讲的这么清楚，我说我的股票。有延续性，有的。我六月就给你七月获利秘籍，就已经提醒你了。七月还没到，是啊，要不要赶快布局？当然要咯，对，你要在低档要懂得布局嘛。好，再讲到一个重点，假设你买进去以后，好，震荡，对，在底部我也教过，你要赚大钱的好朋友，你要有耐心。对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在底部来，它是不是你 K 线移到后7月6号？我问大家，7月6号那一天。借零是跌的，是拉回的，是大跌的，没错。对，它在100上下冲关，100会上下震荡，怒发冲关了、懂不懂？冲关关卡的时候一定是要怒发，它一定是会晃。好，冲关的时候你会发觉，哎呦，它在震，它在震。可是。投资好朋友，如果你是我的会员，对，你就会非常放心，因为我讯息会讲得很清楚。清楚，对，我常讲你在底部，如果你是来拿周报，我相信为什么很多人近期来参加，因为他来拿周报这一天就洗掉了。哎，对耶。直接讲讲清楚，他说老师你上去讲我的经历没有关系。你直接把我血淋淋的例子拿出来没有关系。对，他说老师就是因为这样后，我买到这么好的股票，结果我赚他3块5块，借零我就赚他5块。那一天后冲高来到97，在那边晃，不用等到6号，你1号就被洗掉了，飙到88.8，是哦，吓死了，90块探偶 call to key， 哎呦，探偶 call to key， 先救啊啦，就比掉就滚出去呀，真的就不回头了呢。老师我错了，今晚132。好猛啊！老师，你整个月都在讲同一只股票。我六月的时候我也讲得很清楚哈、我六月底的时候我还把说，哎呦，借零哦，它是资本支出很大哦。对，有。为什么中国也开厂嘛？高雄也开厂嘛？都有。而且都快要生产，快要扩产，产线要量产了，是不一样的时间了。对，我时间点我帮你抓好了。而且你又再看到，好，7月6号在震荡。对。在震荡，妍希还提醒你，营收出来了没有？还没有，还没有，阿伯哟，快叮当哦！不要影响自己的情绪。我节目还讲得这么清楚，我是希望可以帮助所有听众、好朋友。我说过，我不止会员赚钱，我听节目的也会赚钱，这是我很开心的事情。当然，如果你想要赚多一点，在我身边比较安心。为什么？你知道什么时候爆，什么时候洗盘？是啊，什么时候我可以调一下？对不对？你会很轻松，没错，时间就花在美好的事物，在家里。
比跟小孩子多玩一点，是不是？的确是这样。所以你现在看到戒麟是活生生的例子嘛？85块附近的成本，现在飙到132了耶！就在你不相信，就在你半信半疑，就在你拿到周报到现在还没一个月，真的？今天才几号？今天14号而已。哇，7月6月22号到今天，哎呦，好恐怖！也许你的股票是要飙一个月，还是飙2个月啊？不知道，继续听下去啊！主管机关说不能讲啊，不能讲。我是很想讲，被塞够。来了，我跟大家讲一个哈，近期大家看到盘势是在18000上下震荡，震荡。我刚才节目一开头讲拖7天了嘛，有 K 线，你把它打开来看，平拖7天，很清楚。可是我这里给你一个数字，好，你看到的是你会担心，你会害怕，是哦。看到的，我告诉你，现在是机会哦。前面没有赚的哈，在震荡的时候你要回魂。嗯，为什么？妍希常讲，震荡盘出标股啊。震荡盘出标股，你可以快很准的赚嘛。是的。然后呢，底部你可以看到五月拉回这一段。15159了，是你是不是当时买到现在是波段大赚？有大赚波段啊！所以什么时候规划什么样的操作，你要清清楚楚，节奏要非常清楚。哎、哦欸，这 tempo 要很明白、哦。对啊，好，再来，快来不及讲了。我给大家一个数字，我要你对台湾的经济是非常看好。为什么？你把哈，主计处有统计，上半年累计净汇入台湾的金额高达109亿美元，换算台币是超过3000亿的台币。哇哦！那当然你会发了外资卖超嘛？对呀，外资都卖超不 OK 嘛？对不对？但是你要知道，外资卖超它只是部分的净汇出，只是一点点。嗯，总计上半年台湾有超过100亿美元的汇入，所以换句话说，资金比你想象的还要多。对呀，游资比你想象的还要多。资金不再是烟卡吧？是。资金是烟天灵盖，突然一阵个天灵盖，没错，天灵盖这样了解吗？不再是烟咖吧，而且重点政府又在打房，钱要往哪里走？股市走，钱不往股市走，1天10%的，我要往哪里走？我也不知道你要能往哪里走，往这里走啦。所以我常讲哦，18000你也不要预设立场，就是因为不要预设立场，能顺势而为，我才可以跟别人不一样，对我才可以爱普赚到11倍给你。东泰带你大赚4.8倍，凯美带你大赚3.4倍。我有预设立场过吗？没有啊，台股从来没涨到18000，我干嘛预设立场？是啊，对嘛？那你看到现在看到好恐怖哦，这一波15159到现在已经涨了2900点，在这里震荡，是在这里震荡。妍希告诉你是机会，没错。同样的时间点，你去想五月中的时候，我叫你进场，我也告诉你是机会。为什么当时大盘是拉回？是啊，拉回两千五百。我叫你进场，你是不是金居是赚的？有智新、欣欣向荣也赚，很准的赚。敦泰、大田、陆海是不是通通都赚？哇！五月中这些，你赶快听我话，赚、翻了，真的赚。为什么？你看到今天欣欣向荣、智新还涨停板呢、欸？哇哦！我的股票有没有延续性？看这个就知道了。那好，到了6月初，我跟你讲，全市场还在担心，还在担心。可是呢，有一些看技术面的说：“哎呦，赶快进场，赶快进场！”为什么？因为六月初的大盘的位置。已经跟当时疫情在爆发的位阶是一样、欸、大家才叫你进场、哦、我五月中就叫你进场、欸、我六月初还叫你展板背起来啊，是啊，这样你懂吗？那个时间点是错开来的、哦、你要跟的是领头羊，是领头羊、啊、你六月初展板背起来、看到现在是的，做梦都会笑了。再来六月底我告诉你、哦、很多人看了技术形态又说 M头要来了，哎呀，妍希跟人家不一样，联系在大跌，礼拜一隔天送大家那个7月的获利秘籍呀、记不记得？6月21号是大跌，是的，21号，哎呦，妍希赶快撒钱了。我知道有一些投资好朋友哈，喜欢去追，没有关系。我说你喜欢去追，但是你敢追也要敢砍，对。敢追敢砍，这是你的本事。你的本事以后，重点是你跟上妍希，你后面全部来拿周报的，我就有一个客户全部换到周报里面赚翻了。真的摊个病鬼呢？对啊，之前跑去追的哈，都补回来了。是的，所以你要有霸气嘛，你敢追，你敢砍，你敢砍了以后，你换到妍希的股票，滴滴的买，要有耐心。没错，有耐心是不是大赚波段？当然啦，波段大赚喽。看这一
波光捷80个百分点，借林55个百分点，顺德40啦，盛宇又60啦，大成钢40啊，还有锦硕好恐怖，75个百分点啊，所以爱对人重不重要？当然重要喽。所以啊，这边还是呼吁一下，喜欢像我们这种底部进场是喜欢跟别人不一样的操作的好朋友，赶快跟上喽！亲爱的朋友，你节目听下来，你会发现到甜心的操作跟别人不一样，甜心的看法也跟别人不一样哦。大家都想要买领头羊的标股，甜心领先全市场，给您领头羊的标股。所以，亲爱的朋友，您的老师也要是有领头羊的老师哦，有这样子特质的老师就在这里。所以，亲爱的朋友，之前先前您没赚到，甚至赚不过瘾的，想要继续波段大赚、大赚波段、快很准的赚的好朋友们，接下来就是您的机会了，赶紧电话拨通，跟上脚步喽！节目中呢，再次感谢我们的甜心老师来到节目当中，谢谢品话，幸运甜心在华冠，荣华富贵跟着来，妍希祝全国的好朋友们操作顺利哦！快快快，进广告喽！02663032370266303237，02663032370，全市场最霸气的老师就在这里，全市场最具有领头羊姿态的老师就在这里，全市场最会驾驭标股的老师就在这里。我们不说已经翻了11倍的爱普，11倍普无弹掉不，4.8倍的敦泰无弹掉不，3.4倍的凯美无弹掉不。我们不要说那种姥姥级的标股，我们就拿这一份我们的7月获利秘籍，4层、5层、6层、7层的标股随便买，有没有让你通通都大赚？窄板三雄背起来，星星南电锦硕，南电星星锦硕，随便背起来，有没有让你通通都大赚？锦硕3189的锦硕，波段标出了75个百分点，也就是100万的资金，你在极短的时间，从100万变成了175万，来锦硕赚不够，借零赚来斗，借零4天标出了3根涨停板，让你底部来做进场，让你买在头咖，买在地板，买在底部不赢也难。而借零这一波标出了55个百分点，所以亲爱的好朋友，如果你先前跟不对人，爱不对人，甚至你一路追随，你赚不过瘾的，跟在甜心身边，让你赚最大；跟紧甜心老师身边，让你赚最猛。跟越紧赚越多，来跟上最会带你买标股赚标股的老师，跟上最具有霸气的老师，没有在小打小闹哦，我们都是波段大赚，大赚波段哦，赶紧跟上最会驾驭标股的老师，02663032370，下半年度电子的旺季，下半年度还想赚更猛，想波段大赚的好朋友们就跟上喽，02663032370，华冠投顾登记104金管证字第009号。台股投资，华冠投顾，股市甜心在华冠，荣华富贵跟着来。华冠投顾刘妍希副总，扎实的分析能力，精准的解盘技巧，快很准的操盘手法，将趋势当永远的情人，把损失当最大的敌人，让幸运成为您的实力，把获利成为您的习惯，带您与获利谈一场幸福的恋爱。速拨股市甜心幸运热线02663032370，02663032370，华冠投顾登记104金管证字第009号。勇者的背后需要有力量的手，正确的投资需要智慧的头脑，华冠投顾积极为您找寻财富方向，台大商学博士研究群带领，坚强的研究团队，专业的投资阵容，带您解读数字里的真相，轻松打开财富大门。速播智慧热线02663032370，6630-3237，华冠投顾登记104金管证字第009号。想一手掌握满满的及时性、便利性、服务性最优质的股市理财资讯，现在就来到股市甜心 LINE 的生活圈，给您 ID 小老鼠 LUCKY 777，小老鼠 Lucky 777，股市甜心 LINE 的生活圈，直接搜寻，直接免费做加入。华冠投顾登记104金管证字第009号。本公司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效证券，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提供参考，投资人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华冠投顾104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09号。